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看一个封闭社区的全新独栋别墅。我们来到了尔湾南边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城San Juan Capistrano， 加州排名前三的顶级私立学校 St. Margaret's 就位于这里。这里呢是24小时的封闭社区，1.1%的超低地税。这个社区里呢有两个楼盘，这个是小户型的一个，从近2500尺到近2700尺，全部都是4房4卫的户型。这是一个高档的城市，之前这样的房子呢要180多万，但是呢有一些 back on market 的，所以开发商拿出了几栋，直降了最多25万，所以呢现在150多万就可以住到这样的房子里，呈现出了非常好的性价比。刚才呢视频呈现了厨房和客厅，包括厨房里的电器全部都是大品牌，甚至连这种高档的冰箱都有送。这里呢是位于1楼的卧室，它是4房的嘛，所以1楼它是有独立的卧室和卫生间，还有双车位的车库。现在呢咱们穿过它的客厅。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现在呢咱们去2楼继续看这个房子。首先在2楼的右手边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次卧，这个次卧呢也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的。像这几个户型呢都是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，这种设计呢是目前最流行也是最受欢迎的设计。住在这个城市呢可以很方便的去到 Dana Point 的海边，回到这个社区呢周围又有青山环绕。现在呢咱们出了次卧来看一下它的主卧，这个主卧的面积还是非常的不错的，而且有这种大窗户。作为一个低密度的高档社区呢，有这种大窗户可以充分享受加州的阳光。这里呢是主卧的卫生间，卫生间里呢双水盆的设计，浴缸占浴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主卧的衣橱。现在呢咱们出了主卧，继续沿着走廊往里走，在尽头呢是它的一个洗衣房，很大的一个面积，并且呢配备了完整的这种柜子。这里呢就是第四间卧室，面积上呢中规中矩，同样是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。家里的每个成员呢起居都可以做到互不打扰，极大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。这些户型的设计呢空间利用率都非常的高。现在呢咱们回到了大客厅，坐在这里感受一下。更多的信息呢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谢谢。